Garmin 手表全新的地图管理员功能，能让您直接透过手表新增、更新或移除地图。当您的手表连接上 Wi-Fi 网络时，您可以透过手表来下载可用的地图更新档，或是其他地区的地图档案。您也可以移除手表上已安装的地图，来增加储存空间。要使用地图管理员功能，您可以从活动列表中选择地图管理员，或当您在手表表面时，长按 Up 键，选择地图，选择地图管理员，选择一个地图种类。您也可以进行同样步骤来更新或移除地图。请注意，下载地图时会消耗大量电力，手表会暂时将地图放入下载助列，当您将手表接上电源后才会开始下载地图。以上是今天的教学，谢谢您的收看。